行系102年运动周暨迎新趣味竞赛主办单位国立澎湖科技大学汽修组观光休闲系奖班，主办单位国立澎湖科技大学汽修组观光休闲系3年甲班，2年甲班。今天晚上活动开始，首先让我们以最热掌声欢迎4年级的班带陈宏儒同学。我们观修系的系主任，各位老师，那个校友会陈理事长，以及所有的同学，大家晚安，大家晚安。欢迎各位来参加我们今天的迎新活动。我们今天有准备了很丰盛的餐点及很有趣的趣味竞赛，让大家一起来同乐，增加彼此的感情。最后，我代表四甲的全体同学，祝福在场的每一位都有平安喜乐，健康强大心。谢谢大家，感谢大家。好，刚才已经介绍，首先我们欢迎观光休闲系主任李明儒主任上来，我们讲几句话，来掌声欢迎。非常感谢，希望各位有一个